九十年代的 Mitsubishi 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除了旗下车款众多以外啊，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各种赛事活动。配合我今天这个有点像成龙的发型，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讲龙哥爱用的这个 WRC 王者，也就是一代的传奇街霸 Lancer Evolution 的故事。在80年代末呢，其实 Mitsubishi 当时是使用这一台车，也就是 Gallant VR4 来参与 WRC Class A 的赛事。只不过当时在这个紧凑的赛道上啊，这个 Gallant 就有点太过庞大了，表现不是很理想啊，所以 Mitsubishi 就决定将他身上的这个 4G63T 还有他的四驱系统呢，移植到一个更加轻巧更加灵活的底盘上面。由于当时 WRC 就规定这个 Class A 的参赛车辆啊，必须是市售超过2500辆的一个车型，因此 Mitsubishi 就基于 Lancer GSR 这个平台打造出了传说中的第一代 Lancer Evolution 1。它搭载的是一具双顶置凸轮轴的 4G63 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为247 PS， 峰值扭力则是309 Nm。 加上出色的四驱底盘，不止让这个 EVO One 成为赛道的霸主，也备受当时的性能嘎 a 们的追捧。也因此呢，这一个 EVO One 虽然当时只是象征性的生产了2500辆，可是在短短三天里面就被杀布到光光。结果为了应付这个需求呢， Mitsubishi 当时又生产了另外2500辆，也让这个 EVO One 它的生产总数为5000辆。在1994年， Mitsubishi 就推出了这个第二代的 Evolution 2。 新车的改动不大，它只是针对这个底盘和车脚加以改进，以提升车子的整体表现。至于动力方面呢，最大马力则稍微提升到256 PS， 峰值扭力一样是309 Nm。 不过同样的，第二代的 Evo 依旧是没有大量生产，而是象征性的生产了5000辆，并在短短的4个月以内就卖光了。这一代的 Evo 也成功在1995年的 WRC 瑞典站成为了赛事冠军。在一年以后，也就是1995年， Mitsubishi 又为这个 Evo 车系发表了这一个 Evolution 3。 这个三代的 Evo 呢，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车型，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典的 Revolution 了。那虽然说只是一个升级版，可是在外形上这个 Evo 3、可说是大不同。首先，原厂就为它的这个前脸部分导入了极具侵略性的一个前保险杆设计，这个大型的进气口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帅。而加上旁边更大的这个侧裙，以及后方这个具备下压力的大型尾翼，让这台车子看起来就是很有战斗气息。就算今天看来啊，这台车依旧是非常的经典，不会过时。Evo 3身上的这一具 4G63 在升级了涡轮增压器还有智能系统以后呢，最大马力进一步提升到273 PS。至于峰值扭力则是维持不变。那在1996年，当时 Mitsubishi 的这个车手，也就是传说中的 Tommy McKinnon， 就在当年成为了当时的这个冠军车手。不过最经典的还是成龙在他的电影《霹雳火》里面出现的这个小黄了。这台小黄不止马来同胞有在看，就连外国人他们都知道这部电影的存在。由于 Mitsubishi 在1995年就为这个 Lancer 推出了大改款，因此在96年 Mitsubishi 又发表了这一个第四代的 Lancer Evolution 4。 这台车无论是在外形啊、底盘甚至是动力部分都是重新设计，就连那个引擎的摆放方式都是整个的把它过来180度这样子倒反过来放，原因是为了更好的一个配重。这具 4G63 呢，它的最大马力来到了 280 PS， 峰值扭力则是 330 Nm。 至于在底盘部分呢，这个 Evo 4就导入了 Mitsubishi 自主研发的 Active Yaw Control， 也就是主动式后桥扭矩控制系统。这个系统是透过感应器啊，来将这个引擎的扭力分配至抓地力最好的车轮上，也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 Evo 4的操控表现。而外形部分呢，这个 Evo 4辨识度最高的自然是它前脸造型那一对辨识度极高的这个源自拉力赛斯的超大雾灯了，非常的帅。当年小编我啊，在玩这个 PlayStation 的 Gran Turismo 赛车游戏的时候，也是很爱用这款车。这款 Evo 呢，也让 Tommy McKinnon 在1997年以及1998年成为了当时的这个 WRC 的车手冠军。而同样的，成龙大哥又使用了这台车，出现在他的这个电影《我是谁》里面，白色的那个 Evo 4简直就是帅。Evo 在 WRC 的表现呢，大大鼓舞了 Mitsubishi， 也因此在1998年，他们就发表了第五代的 Evolution。
那这个新车呢，它为了进一步减重，就采用了铝合金的引擎盖，而外形方面也是稍微进行重新设计，以提升冷却效果。不过最特别的还是它这个可调整式的尾翼。而在刹车系统方面呢，这个原厂也导入了这个 Brembo 的双向四活塞卡钳。那由于当时日本呢有这一个280 PS 的君子协议，因此这一代的这个 Evo 它的最大马力依旧维持在280的等级，峰值扭力则是进一步提升到373 Nm。虽然说当时的对手们都纷纷换上特意为这个 WRC 所打造的底盘，但是这并没有办法阻止 Evo 5继续在 WRC 发威。除了继续拿下车队冠军以外呢 ，Tommy McKinnon 也在1998年以及1999年继续拿下冠军车手的殊荣，这也让 Tommy McKinnon 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四连冠。在1999年 ，Mitsubishi 就发表了这一个第六代的 Evolution， 而这一代的 Evo 呢，也是小编我本身最喜欢的其中一款 Evo。虽然说还是沿用 Evo 4以及 Evo 5的 CP9A 底盘，但是在外形上原厂进行了重新设计，包括将前方的那个大雾灯移至两侧，同时尾翼呢也首次导入了这个双层式的设计，整体看起来更加具有战斗格。在动力方面，它依旧维持不变，马力和扭力都是维持，但是在底盘方面呢，原厂是有进行改进的，包括导入了这个锻造铝材，进一步提升它的驾驶感。而为了庆祝 Tommy McKinnon 在这一个时候呢成为四连冠车手， Mitsubishi 当时还为这个六代车型发表了特别版，也就是说传说中的这个 Tommy McKinnon Special Edition。 这个 Special Edition 呢，因为它的在底盘还有动力方面有稍微的提升，也因此许多人都将它称为六代半车型。在2001年，这个 Evolution 又再度迎来了大改款。这个 Evolution 7相比起六代车型啊，在身形上可以说是大了不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外形上，我当时是有吓到了，就这么这个 Evo 7这样不杀了。不过新车的动力再度提升了，它的最大马力依旧是维持在 280 PS， 不过峰值扭力呢则是进一步提升到 385 Nm。 而这个 Evo 7呢也迎来了主动式中央差速器，搭配它原本的这个 AYC 呢，整体的这个动态表现又再进一步提升了。除此之外呢，这个七代的 Evo 啊，也首次出现了 Evo 车系里面史无前例的自排车型，也就是传说中的 GTA 了。不过它的最大马力有稍微调降了一点，最大马力是 272 PS。 而在这一代车系里面呢，2002年的时候 Tommy McKinnon 就宣布退出 Mitsubishi 车队，加入 Subaru。 这一个时候啊， Mitsubishi Evo 在 WRC 的表现也就备受质疑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Evo 7当年也曾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 Too Fast Too Furious 里面，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它吗？在2003年推出的这个 Evo 8呢，可以说是 Evo 车系里面正式走向商业化的一个代表，而它也是首款进入美国市场的 Evo 车型。在外形上，原厂又为它进行了稍微的一个重新设计啊，包括这个前方的保险杆就导入一个倒三角的设计，我本身是不喜欢这个设计啦，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那在后期 Mitsubishi 又发表了一个被称为 MR 的车型，这个版本呢它导入了铝制的车顶，还有来自 Bilstein 的这个避震器，以及全新的六速手排变速箱，让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又再所提升。不过最厉害的还是在英国市场所发表的这个 FQ400 车型，这个车型拥有 411 PS 的最大马力，而峰值扭力呢则是高达 480 Nm。他厉害在哪里呢？当年这个英国的 Top Gear 的 Jeremy Clarkson 就曾经开着他在赛道上一路丢着这个 Lamborghini Murciélago， 意大利超跑哦。在2005年 Mitsubishi 就发表了这个九代的 Evolution， 当时他们的目标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街头霸王。那虽然它的外形还是和七代和八代差不多，可是重新设计的这个保险杆啊，就让我觉得哇，设计师这一回终于抓到 kick 了，这样子看起来才像是跑车吗？那除了外形变帅以外，它的这个 4G63 呢也导入了 MyVic 技术，让它的扭力进一步提升到 392 Nm。 至于底盘的部分呢，原本的这个 AYC 在九代的 Evo 身上变成了 Super AYC， 进一步提升了它的操控表现。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个 Evo 九代啊，算是整个 Evo 车系里面的巅峰作啦。那除了这个普通的 Sedan 版本以外，当年 Mitsubishi 也曾经推出一个限量2500台的 Wagon 版旅行车版本。那据我所知呢，
在我国啊，就有几台这个 Evo Night 的 Wagon 版。我是觉得这些玩家都极厉害，找一下竟然给他们找到这个版本。在2007年 ，Evolution 10诞生了。这一代车型啊，是整个 Evo 车系里面的第二度大改款。这一个全新的平台呢，它比起之前的 Evo 更大更重，开起来比较 refined， 可是就少了以往 Evo 的那种灵活。至于在动力方面呢，它也是首个没有采用 4G63， 而是导用全新铝制的 4B11T 引擎的 Evo。在最大马力部分，日规版本是 280PS， 而美规版本呢则是 292PS。不过最厉害的还是2014年在英国市场推出的 FQ440。这个版本呢，它的最大马力达到 446PS。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Evo 10，它在变速箱方面呢，除了传统的五速手排以外，它也是首个导入六速双离合变速箱的 Evo 车型。至于在底盘方面呢，原厂也为这个 Evo 10导入了被称为 SAWC 的全驱系统。虽然说导入了那么多新技术啊，可是这个 Evo 10呢，在销量方面可以用逐年下滑来形容。也因此，在2016年 ，Mitsubishi 就为这个 Evo 10发表了 Final Edition， 也就是最后的版本，正式宣告 Evo 车系的终结。直到今天，这个 Evo 还是备受玩车高级们的喜爱，不外乎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改装潜力很巨大，尤其是 4G 时代的 Evo 啊，时常会听到一些700、800匹，甚至是1000匹的例子。你说它不好玩吗？我觉得它很香啊。就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在当年或者是现在有这个 Evo 梦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聊聊天、吹吹水、做做朋友。我是小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别忘记按赞还有分享，还有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